第十一题 ，CO2 是二氧化碳的分子式，下列有关此式所表示的意义何者正确？我们看到 CO2 是分子式，不是简式。分子式就是表达它里面所组成的元素的种类跟数目，就表示 CO2 就是一个碳加上两个氧所组合而成，所以它不会是 C2O4， 也不会是 C3O6， 所以我们的选项 A 是错的。我们看到 CO2 表示是两个氧配上一个碳，所以氧原子跟碳原子的数比例应该是2比1，所以选项 B 也是错的。我们看到我们 CO2 显示了我们 CO2 是由一个碳跟两个氧所构成，所以它的质量就是一个 CO2 的质量就是一个碳的质量加上两个氧的质量。那我们在化学上算个数是用摩尔来算的，也就是一摩尔 CO2 的质量就是一摩尔碳的质量加两摩尔氧的质量。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下列有关此式所表示的意义何者正确，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一摩尔二氧化碳的质量等于一摩尔碳原子和两摩尔氧原子的质量总和。